玩玩选做英雄呢？这下我只能去打发育怒了。不过幸好老头子英雄打射手也不是说不能打。哎，二技能弹一下，不跟你打了，看我怎么打他的。我先摸两下，然后等二技能好，留着最后一个普攻。等二技能好的时候，一敲过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二技能又好了，再打，再打。OK， 现在不慌，咱们已经没有必要追他了，我就在这里清线，啊，等到我两级的时候勾回来再打，然后二技能又好了，哎，再打一下，好，走。要知道现在我其实是占到便宜了的。没有下面这个能量条就不打，有能量条我就冲上去打，来来来，打一下我就走了。这小东西估计知道好像打不过我，他不太敢跟我打，一直在塔下啊。但是我对线优势打出来了吧，没被他打的不敢出塔吧。还是老样子，先把能量条叠起来，我不忙往上走。我可不会觉得我一格血你两个血我就打不过你呢。小乔你不该来，你要不来这小子估计得被我打死。 OK， 到了四级就好打了，得先叠个被动把我的怒气给叠起来，然后再来一个所有人都会的大闪，这狄仁杰估计就没了。不要害怕，我现在不打你啊。OK， 差不多了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他没了，不用想了。嘿嘿，走不掉了吧？哎呦，气死你！只要被我打出一点点的优势，这狄仁杰基本上就没有翻身的可能了。啊，肉包子是我的，啊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啊！我猜这小子估计差不多可能要来了，再加上我这大招马上就要好了，你给我回来！啊，没事，这摇摇没什么用的。欺人太甚，简直欺人太甚啊！我一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抓我，合适吗？真的合适吗？小东西啊，一个摇摇的话，大招先不用。我的大招是留给你的。OK， 中线该吃还是得吃的。接着吃完兵线拿 buff 好了。啊，等一下拿 buff 打完兵线先不要。我为什么要说先不清线呢？因为露露复活第一件事肯定要打拿 buff 的。你别走，哥，你别走。你不能走呀，哥，你走了我就打不死他，说了吧，没错吧？一波兵线不到换一个打野，你就说值还是不值，这就是大局观，知道吧？两只小鸟也给你吃了，然后我再过来吃线，这里两波兵线一起啊，肥肥的。哎哎哎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走不掉喽。 OK， 推完塔我不走，让这辅助去那里犯贱，但是啊，千万不能暴露我自己的视野。好，这波子有意思啊，他二技能故意打偏，让对面这两个人觉得他是个傻叉，然后我二技能加速再冲出来捆一个。哎呀，可惜了，那东西他哥不是捆住了吗？你怎么还能出去啊？哎呦，嗯嗯，哎哎哎哎呦，还有闪现，嗯，给我回来。瑶瑶，你爹没了，你也要没了。我这波血赚，我死有余过。不对，怎么听着有点别扭啊。接下来中塔推了，小东西你敢来打我吗？我就问你，你敢还是不敢？不对，不打不打，因为那貂蝉好像要来了。幸好当时没有大招上去，要不然闪现就没了。好，我找着这个露露了，小东西啊，要打红 buff 是吧？诶，大哥不要追不要追不要追。好啊，就你小子是吧？你小子给我等着，让我来蹲一个。现在不知道这露露在哪。完了呀，你小子完了，你被我找到了。别别别！哎呀，小东西，你不追我的吗？你不追我追的挺欢的吗？还有那个瑶瑶，瑶瑶去哪了？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二塔有啦！哎呀，大哥不要打，先不要打，等我把塔推了再说。不要打，先不要打。我看我宁波微波，哎呦哎呦，把暴君开了，这下露露可能要过来。小东西，你怎么敢的啊？你还哎人呢？这下我们高级塔是有着落了，只剩下一个貂蝉。先不要急，先不管这个貂蝉。专家建议先把塔推了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管，不要去打。我们四个打一个，先推塔。啊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把塔给推了呀！没事，死了等于没死。现在对面没兵线，而且他们高级塔还没了。现在让队友去找人啊，不要打得太猥琐啊，因为我们家这阵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毕竟这里四个人。我不走，我就是回来打你。嗯，小小丁姐好久不见呀。哎哎呀，什么东西，我苍穹什么时候被我摁了？哪个手指头摁的，回头就剁了。哎，过来等一等，我总感觉对面可能要偷赖皮蛇。你们要不打那我可打了。哎，果不其然，这露露在前面，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。我肯定是不怕他们三个的，因为射手跟法师都不在。那么我们三打三，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有优势的。老样子，留一层被动，不要叠满。这样，等下来个人，我一敲，被动就出来了。我忍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哎，
一个个的没吃饭呀，在那里给我挠痒痒吗？啊，跑不掉喽！哎呦，还有复活甲，有复活甲也没有，我还就追着你打了，怎么样？走，啊，功成身退啊，我已经没什么用了，啊 ，OK， 还好，轻轻松松，最后只剩下这顶姐了，啊，这把幸好有你呀，要没有你，你们估计就赢了，我帮你举报这顶姐。